好，德鲁伊受队前解啊，不对，受队强势队长出现之前最后一战。好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抓的就好了。嘿，花了20颗石头想拼全程成就，哇天哪！你有什么队啊？你只有特哥吗？辛苦你了，20颗哎，好多。好，十，嘣，哎 ，miss， 十。蹦，强会转横的，对啊，就是看队伍比较适合转什么。好，在的时候合体，全开，好，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哦。八 combo， 够了，行，蔷薇转直的也不是不行，但你就要消六直行，你要全部消掉 就可以。说实话也不是不行啊，也是比较少人这样玩而已，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能够驾驭得住。肉圆有谁喜欢？我喜欢吃啊，肉圆蛮好吃的。叠珠漂亮哦。刚这样看头发怎么了？就是被剪了、啊、不然哇，头可以断，头发不能乱，你头断了你还顾头发。哦，这个版面好糟。这样，老来叠住啊！不，叠的漂亮。嗯，然后带着他，完美。剩两回合哎、欸，糟糕，这好像洗不起来。咱先用这个顶一下，顶他，顶上决战，没事。耶，这应该可以过吧？相信可以啊，不用开龙哥吧？过啦。皇冠，这边开个固定版面珠，一样是有6颗的水珠。刚刚那个手术顶呱呱，口哎、欸、不是报案珠，好，水珠有4颗，幸运，这个速度基本上取决于爆出来的东西。开个这个好，嘿，啊，2颗水珠，老汉就想加推车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时候紧张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转好，开这样啦，应该没问题，这样开一开。背面背应该就过去了，听话，让我看看。Bing！ 哇，这天降木珠，木希腊，贵贵贵，笔是不是拿反了？笔怎么拿反？你跟我讲，笔就这样啊。哦。开这个。回个血，
完美啊，其实这样随便消消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就是决胜局，变他一波，这个大爆发全部送他，这样没问题了。哎呀，转个十 combo， 转转转转十 combo， 转转转转十 combo， 转十 combo， 说十 combo 就十 combo。很厉害哦，没就十康，没天价啦，无人可撼动这个兽队第一线的位置。我大德鲁要来打九千万了，单张破亿，欠打牛头，牛头欠打，猛的猛的，所以大家有那个德鲁伊兽队可以玩玩看，临时就没问题。